昨天太热了，那反而这样的天气最好啊。我是很怕下大，但还好真的是老天眷顾，就今天就是刚好是一个那个秋高气爽的感觉，就没有太阳，而且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环境。我们现在先分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俩就搞那个泡泡球，OK， 他们自己玩起来，你看他们，这么早就玩起来？哇！哎，里面不湿吗？对呀，里面不是湿的吗？这有没有水啊？在里面，就是湿的，因为下雨了。哎，我这边是干的，这完全是运气。你是幸运儿。我们把走秀排排吧。好吧。时间不多了。你们在看什么呀？不是，这狗血。哦。 你倒是配合，这个可以。我们特别嘉宾气狗，气狗也得走一个。来，要吃点什么吗 ？OK， 不要，我要吃肉。弟弟，还是算了吧，算了，累了，无语了。我们彩排一下游戏流程吧。 没时间了，来来来，真没时间，上一次就是真的没时间。你看几点？你看几点？第一个游戏是宠物跳高，哦，美，还有什么游戏？还有一个宠物蹲起就抱着狗，还有啥？什么二人三足是吗？哦，二人三足，对，就这意思。这还可以啊。还有一个游戏就是美食，就放在这个地方，看谁的狗能不吃掉它。那没了。 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李雨佳组为大家准备了好几项好玩的游戏。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，先给你，宠物跳高。跳高，没错，宠物跳高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先定一个高度，然后主人呢？ 跟宠物要一起完成我们选择的高度，比如说我们定了70公分，那就是宠物跳50公分，主人跳20公分，加在一起的总和，是如果你自己定的高度你没有完成的话，按0分计算，最后高度最高的获胜。不要志愿了，举手。我来，来，勇敢。好，现在上场的参赛者是小贝。小贝，那你想要挑战的高度是？ 先试一个90吧，宝贝跳20，20，我跳70 ，OK。OK， 现在我们的选手小贝还有他的主人已经准备好了，这选手状态非常的好啊。 失败了，90，90，可以，加油，小贝的主任，加油，小贝爸爸，哇，哇，哎呀，还有想挑战的选手，你想跳多高？你跟小朋友加起来70吧，70分。 那你跳多少？他跳多少？我跳40，他跳50。准备。感觉他是有训练过的。漂亮，哇！漂亮，哦！加油！加油！黄金。 Go！哎呦，啊过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哇！好，哇！加油！好，这边，过来，这边，五一，五一，哈哈哈哈哈哈。 哎呀，过不去了！你看他迷离的眼神。耶，贝贝
没事吧？OK。这样子我想玩。哦，你有带宠物？来。这个宠物我知道它的名字，叫汪中夏。看起来非常凶狠。哎，我也想养一只，可以吗？这你买不起。啊，不要不要，只有一只。我想带回去。叫什么名字？看起来极度。你想挑战的高度是？他跳80。然后你呢？然后我也跳80。80。哦哦哦。跳！哎，他可以再跳一次吗？可以，他很厉害的。我给你多一次机会啊！小野挑战20，好的。然后我们主人挑战的是多少呢？50就行。好，小野加油，加油！什么东西啊？小野呀、啊！嗯，好，稍事休息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个游戏了，宠物蹲。这三个宠物蹲的两个宠物蹲。哦，汪汪就一下，来，三四，来，三个宠物蹲啊，哎，汪，两个宠物蹲呢、啊，汪，三个宠物蹲啊，汪，对，就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游戏总监漂亮，游戏总监出来了，可以，好，我们游戏要开始了，从这边是第一位哦，来。宠物蹲游戏开始，三四六个宠物蹲啊，哇，七个宠物蹲啊，好，这两位出去，准备开始，四个宠物蹲啊，哇，七个宠物蹲啊，哇，哎，七个宠物蹲啊，哇，哎，你走。你收工了，给你赋予了众望，真的是。两个宠物蹲啊，三个宠物蹲啊，四个宠物蹲啊。这个来了，多蹲了一下。好，再见。四个宠物蹲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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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个宠物蹲啊。OK， 谢谢。四个宠物蹲呢，皮卡丘。两个宠物蹲呢，两个宠物蹲呢，三个宠物蹲呢，四个宠物蹲。哎，可以吗？给过吗？有点勉强，有点勉强。出局。三个宠物蹲，三个宠物蹲。两个宠物蹲，三个宠物蹲，哇，三个宠物蹲，哎，两位淘汰，这两位淘汰，你要蹲你没蹲，你不该蹲你蹲了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的冠军赛。来哦，接下来节奏速度会非常的快，两个宠物蹲呢，一个宠物蹲啊，一个宠物蹲呢。一个宠物蹲啊，两个宠物蹲啊，两个宠物蹲啊，一个宠物蹲啊。啊！差一点点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《宠物贪吃狗》。那游戏规则呢？就是我们会把零食摆在狗狗的面前，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不吃这个零食，那谁就会获胜。出发了，开始了。哎哎，不是，咱不对，咱得停在这地方。
香。约克夏已经疯狂的干饭。好了，炒菜酒。不能拽着脖子。好，他吃了，受不了诱惑。好，剩两组。你是怎么这么肯定他就是不吃呢？因为我们家小狗平时会给他做一些这方面的训练，听主人的话。听主人的话，就说你在吃，他在吃。对。那如果你现在喊一句，喊什么他会吃？我就跟他讲 OK 了，他就可以吃了。你们可以教他吃才能吃嘛，是不是？我数一二三，你叫他吃，我就证明他是真的听你话。可以。1、2、3，我不想吃。哦，他是真不想吃。不想吃。满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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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分。好乖，好乖，好棒！满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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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乖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个游戏环节。那这个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，名字叫做两人三组宠物大赛。两个搭档要脚绑在一起，并且牵着自己的小动物，然后从这个起点跑到终点，最快的获胜。预备备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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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，哇，天哪！有优雅就 OK 了。你扭的好厉害。哥，我知道这是你后花园，但你不用那么散步吧？你们在溜大街吗，哥？来，妈妈。这啥呀？很好吃。哦，他喜欢。这应该是鸡肉那种类似的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好好闻，闻一下，像那个干那个鱿鱼干那种。对对对对，看，好饿呀、啊！你看，你看它，你看它，啃的可香了。好，下一组，咱上吧，走啊！上，你们上，我们俩上，你们俩上。希望佳媛和俊辉可以给我们李宇家族争光。我现在感觉已经没可能啊！一，他这位是用扑的，飞扑飞扑飞扑。好，加油！我跟你说，比赛不重要啊，第一名重要。好，放心吧，预备备备，最小心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开始，决赛，决赛，鼻子。哎，我站这边，把它带着，带着。可以，可以。一下，一二，啊，平均一下，一二，这样能打不 ？OK， 一，他也打不。一二，哥没事吧？哥，哥你怎么了，哥？快点人工呼吸，快叫幺二零！哥，让我说最后一句话。我说，你说，你说，可以把这第一名让给我们吗？快叫幺二零！幺二零！哥，哥，别了，哥，哥走了。你别让他起来，哥。满头都是草的，哎呀，假发都掉了。来，我们拍照，我们拍照，拍照。哎，过去，过去。来，都看这边。
俊辉，俊辉，非常尴尬，来回来，也只有你能扛住这个场面了。好，完了，非常狼狈。哦天哪，我心疼。下一位要进场的是，有猫，有狗，有柯基。主人是一位男性，穿着直线条的条纹衬衫，配上牛仔裤。剪了一个西瓜头。哇，下一位要入场的是我们的马尔基斯犬。嗯，可爱至极。哇哦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是一只长毛的博美犬，是身穿紫色系的一只可爱的修狗。漂亮，对，这个是有经验的走法。是的是的。哇，我们的主人很会摆 pose 啊。哇，是一个小二哈，你看他已经展现出他的特质了，已经乱了，很明显。哎，屁股冲外，非常不重视我们的摄影大哥。对，这个也是边牧啊！哦，也是边牧，这也是一位小酷狗。哇，穿搭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点配啊。他们穿的是牛仔风，配上护目镜，还有穿上鞋子，橘色的，对，非常不搭。哇哇！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我们的禽类朋友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这也太牛了，对，不一般的一个鸭，对对对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哦，这是一个柯基犬，对。哦，它穿的也算是蓬蓬裙，对，肯定是个女孩子，很可爱。哦，你们看到了，一只可爱的茶杯小泰迪，一身牛仔装，看来也是精心的搭配啊，对，很时尚。对，这是一个小小女生，因为她头上别了一朵小兰花，跟主人的蓝色衬衫也是非常的搭。来自阿拉斯加的一个阿拉斯加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，哎呦妈呀，打滑，现在正在打滑，很温顺的一只狗狗，没错。哦，小型约克夏，好。哇，这是萌萌的好朋友，哇。哎，萌萌，你朋友来了，激动了，激动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哎呀妈呀！好，下一位狗狗小菲尔，这个是，那待会问一下主人喽。主人穿的是高跟鞋，第一根高跟鞋，一把就。是我们李宇家族的吉祥物小野。小野，小野正迈着他的这个优雅的步伐向我们走来。没错，非常的耀眼。对，我都不敢多看两眼，就怕爱上。走，走，欢迎大家来到野体有趣。我邀请我们俊俊跟我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俊俊跟我一起。我有一首歌叫做《Marry Me》，嫁给我，所以唱完如果好，多一点掌声鼓励，好吗？真的是好，三四。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，永远不会变，永远不会变。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我都为你多爱一点，只求永恒永垂，就算停止旋转时间，我的心不会变，下辈子再爱你一遍。好，
部分都尽力了，大家都尽力了。谢谢我们的肖先生。很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每一个人，就在你们的见证下，我们的宠物们有一个那么幸福的一天，然后也很幸福今天能和我们李宇家族的每一位见面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肖哥。我怎么了？对，今天能遇到你是我的荣幸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说呀。来，我今天能跟你一起唱歌是我此生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 OK， 3、2、1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渴了。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呼吁大家，在繁忙的日常当中能接触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宠物的美好的一面，然后不要老待在家里面，让我们多多的接触大自然，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愉快。 OK， 再来点，再来点。喵喵，不喝了吗？ OK，